夫9月11日讯，根据意大利媒体 Football Italia 的消息， AC 米兰仍旧想要购买泽尼特队中大阿和停球星帕雷雷斯。这位前罗马中场一直和红黑军团有联系，在李永红收购米兰之前，加利亚尼就想要将他带到米兰，而此后米拉贝利和法索内也都尝试过将他买下的努力，但始终泽尼特和米兰无法达成协议。现在帕雷德斯仍旧是莱昂纳多和马尔蒂尼的目标，他们可能会在明年夏天继续向俄超豪门求购这名球员。泽尼特队要求米兰提供至少3000万欧元的现金，而且不给打折的态度也相当坚决。编辑：姚凡。